Thank you.
这是由樱井宏二大师跟 ICT 银河爱音乐的年轻音乐家们为大家表演的现场演奏，请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今天到场的所有朋友们。其实我们还蛮紧张的，中年大叔很多年没上台了。各位不要看刚才Coach表演得很精彩，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因为这次的行动他要配100个小时的乐，基本上已经快疯了，所以撑着两天没有睡觉的身体还来为各位现场演出，我很感动，请再给他掌声好吗？谢谢。台湾你好这个行动的起源很简单，我们这些人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了，我们天天都活在竞争里面，不是图个温饱就是去掠夺别人，时间久了贪名好利就成了一种习惯，我们渐渐忘了什么是无私，什么是给予，什么是奉献。或许年纪到了吧，某一天我们在场的几个老朋友碰在一起，突然在想，这些年台湾社会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们这些中年分子能够用自己的专业为台湾做什么呢？所以就有了今天的想法。人生活了一半了，知道世事总是有好有坏的，所以我们当时很纯净的就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做一件纯然是好的事情，不可以。当这个想法确定了以后，我们就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决定透过网络带大家去看一看台湾，因为不管世事如何变化，它依然是这么美的宝岛。我们的社会要变得更好，我们需要更多像待会儿我会请上台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好朋友们，我们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专业的人，在人生里面，在辉煌的时期能够有一个 moment， 有一刻无私给予，只要每个人大家都愿意为台湾做一件干净的好事情，台湾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先来做吧，谁说只允许年轻人发神经呢？我们中年人暴走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可爱的，你说是吗？这个案子我想后面的摄影大哥最理解，7天的时间，从太阳升起拍到太阳落下，我们要走遍这个宝岛一圈，非常的困难。推动的初期，不瞒各位讲，我几乎以为他没有办法实现，可是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更重要的，我们还是台湾的中年人。很不幸也碰巧的是什么，我们这些人一生当中面对最多的就是困难，所以碰到困难我们不怕，我们心里想谁怕谁，乌龟怕铁锤，想着想着我们就决定干。在今年的5月24号，我们第一次勘景路线的团队出发，那天南台湾下着这样的雨，福特提供我们的车子，我不知道他经不经得起暴雨的考验，这就是我开的车，当时镜头装在我的车前面，前面的路大概只能够看到100公尺。高美湿地的天是这样阴着的，各位可以看旁边两边的水花，有没有？那个水花已经高过我的车顶，你知道吗？从轮胎溅起来的，前面大概有快100-200公尺的水塘，我们当时很担心直接掉水到余温里面就回不来了。可是终究6天跨过2000公里，我们完成了勘景的任务。这是我们勘景的团队，当时这是我，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台湾在最后一天。然后到6月24号，我们第一次试拍团队出发环岛，前面是大雨磅礴，没想到到试拍的时候竟然是艳阳高照，36度的高温，我们的导演摄影师就这样晒了整整5天，第一天就已经脱皮了。
这是在苏花公路清水淡来那边。为了镜头的稳定，哦，这个是我们的武术指导，非常的可爱。各位，为了这个想法，所有人都拼了命，因为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沿途当中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台湾人。他们有什么目的？这是台湾最美的地方，我们跟每个人都是可以打招呼的，我们都是有感觉的。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到这个网址来看台湾的美，从7月22日开始，我们每一天会播出来。这个整个活动最重要当然是钱啊，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这是我们的福特团队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很庆幸的是他们不像一个广告业主或广告商要求我们，我们是那么愉快的在沟通这件事情，甚至到最终，所以我们的感觉跟福特好像变成了 partner 一样，他们是非常 nice。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福特汽车营销部所有的朋友陪我们走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也请给福特营销部掌声好吗？谢谢。这段时间以来筹备的时间大家都没有睡好也没有吃好，很短的时间，可是帮助我们朋友实在很多。所以待会儿除了接下来上台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位我的好友之外，他们也是这次直接参与行动的执行人，而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更多我需要特别感谢的人，可是没有时间请他们上台来。允许我先介绍我第一位好朋友，台北之音的台长蔡思平，蔡台长，他也来到了现场，这是 Hit FM 全力协助我们，今天他亲自来相挺，感谢感谢。现在是网络的时代，所以在7月22日的环岛拍摄的行动里面，我们将有超过10位以上的非常美丽的网络的记者们，他们将随行采访我们整个行动的过程，每一天每一秒，并透过网络将车队的现况及时报道给他们个人数百万的台湾粉丝们。今天他们其中有7位特别赶到了现场来挺这个活动，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我们美丽的随行记者们，谢谢谢谢，请坐。然后这次行动有100个小时的影像需要配乐，谈到配乐这件事情，音乐圈的朋友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疯了，可是我们还是做到了。要特别感谢台下10几位台湾年轻的音乐工作者，在这个樱井宏二老师的带领之下，他们忙碌1个多月，目前的配乐也多数完成，他们也来到现场，来请起立，请给他们掌声好吗？谢谢。其中有几位刚才也参与我们的表演，我最感动的是所有参与的朋友都没有问我代价的问题。我发觉台湾是可爱的，当你想去做一件对台湾好的事情的时候，人们是愿意奉献的。今天这个记者会就在证明这件事情。我希望台湾你好是个开始，将来会有更多人像我们一样投入这个行动，去为这个地方做更美好的事情。接下来让我邀请我的朋友们陆续上台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想法，没有他们全力的支持，我银河团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首先让我们欢迎国内的名作词家、名作家、名主持人，也是我的好朋友陈乐融。大家好，我是陈乐融。既然是中年人，可以允许我回忆一下往事。大概在28年前，我还是一个小小的上班族，刚进唱片界。有一天提早下班，不，应该是准时下班，我穿过了台湾大学的校园，看到了很美丽很美丽的夕阳。那个时候的我非常浪漫，突然决定拿起铜板去打公用电话，
在校园里找到一个公用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打公用电话回去哪里？去办公室，跟女同事说，赶快到外面阳台去看夕阳，今天夕阳很美。结果女同事说，陈乐荣，你打回来的太好了，副总正在找你，他不知道你已经走了。所以我就被押回去加班，可是我依然不后悔，那时候的我有这么浪漫，这么青春，这么真诚，愿意通知别人一起分享很美丽的夕阳。这么多年过去了，说真的，我遇到比我更浪漫更有勇气的人，就是银河网络的老猫，跟他所合作的所有的团队。那这一次很荣幸可以加入台湾你好的文字策划的工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再唤起我的一些青春真诚，也希望团队出去的时候有非常好的天气，看到非常好的风景，遇到非常好的人。谢谢大家。接下来致辞的呢，是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国内知名的 MV 广告演唱会纪录片的导演，也是这次台湾你好的导演周振龙导演。大家好，谢谢欧丽桑、阿桑，大家好，然后小朋友大家好，这个是我的打招呼方式，是在我试拍的时候，我站在那台车子上面，沿路我就是这样，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各位，我是周振龙，我是这个片子的导演，啊，我要看一下这个大字报，因为我年纪也有一点了，然后比较不善于言辞，所以在职务上啊，这个片子《台湾你好》这个片子，我是一个执行导演。那所以事实上，这个片子你们大家刚刚看到了，其实根本不需要导演，因为一路一直往前开，一路一直往前开。所以姑且我先称这个片子为纪录片，它不一定是短片，不一定是音乐片，不一定是什么。可是这个纪录片它没有分镜脚本，没有任何的分镜脚本，然后也没有固定的场景，因为场景一路在变，一路在变，所以也没有旁白，没有那种看见台湾吴念真导演的那种感性的旁白，所以当然也没有特定的演员，因为我一路上看到的拍到的通通是演员，所以我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一年或是两年去拍这个纪录片。那这个片子拍摄的工作上有一点点，整个工程上面有一点点像是在录制那种真人实境的那种秀的节目，我们就是运用多台的摄影机，然后以不同的角度，然后在同一个时间点去拍去记录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所有人事实地物。但是所不同的，这场实境秀它的场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没有一幕它是会重复的，可能有人是会重复的，因为我们沿路有看到摩托车队经过了我们车子跟我们打招呼，他又绕了一圈再回来再打招呼一次，哦，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在这整个活动的开跑之前呢，我们特别先去看了景，然后开了车环岛试拍了一趟，我们将很多台最新的 4K 的最先进的摄影机架在福特汽车提供给我们的车子上面，然后行驶在所看到的道路都是大家耳熟能详都知道都走过的路上，然后忠实的拍下沿路的所有的一切东西。所以经过这一次试拍之后呢，我发现其实我导演的最大的功用是我在车上不断的帮后面跟着我一起去的摄影师擦汗送水，然后呢抹防晒油，因为我们去试拍的那几天38度39度的破纪录的台湾高温，还有我们在合欢山上非常冷，然后还有下雨，所以呢我导演没什么功用，我只要我们的摄影团队每一个人都能很欣赏风景，好好的把机器扶好，好好的录，
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从 intercom 对讲机里头去告诉我们的优良驾驶，就是我们的刘导演武术指导，开慢一点，开慢一点，往人群里头去，往人群里头去。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不断地站在车上，就有点像总统候选人去跟所有的民众打给后立后，因为我一定要很大声他们才听得到。那这个是我这一次试拍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拍的时候，我们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会去像我以前在拍片的时候去安排任何东西，所以我很期待我们正式开跑拍摄，希望所走过的路我们都一路平坦。因为上一次试拍的时候，当我们拍完了后土石流山崩，但我也希望我们这次试拍的时候没有坍方啊，路程地基没有下陷，然后不会有土石流，然后没有车祸。因为现在你们看到电视上的新闻都是那种车上记录器都在报车祸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车上记录器，我们希望能拍到更多更美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然后当然也没有那种追着我们跑的狗狗，因为我们一路拍很多狗都会跟着我们跑，因为我一直在喊。所以我也祈祷台湾哦风和日丽，然后国泰民安，六畜兴旺，哦人美风景也美，然后大家哦晴好水水，脚好肥肥，然后跟着我们看，跟着我们的车子，看到我们摄影机，看到我们的车队到的时候，跟着我们挥手，热情地举起手来，然后大声地喊台湾你好。这个是我试拍的感觉和我对这一次这个片子的心情。那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这位影像工作者呢，是我多年来的好朋友。我跟他曾一起在印度和尼泊尔，我们坐着那种人力的三轮车，不是像这次福特这么好的车子，然后一路跑，然后去拍了很多好的画面，拍了非常多的作品。这位老师蔡荣峰老师呢，他是世界知名的一个影像工作者，是一个摄影大师，也是很多天王巨星所指定的一个摄影师。那我知道蔡老师之前十多年前他拍过一系列的台湾的这块土地跟台湾相关的事情，所以这次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跟蔡老师讲，我说蔡老师我要做这个计划，然后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然后他一口气就答应，然后也决定跟着我们一起跑一起做，然后让我们请蔡老师蔡大师上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感受。各位来宾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个既然都谈到中年，我也来一段记忆犹新。大约在1999年，15年前，台湾受伤了，因为921大地震。那个时候我们出发了，我跟大概有41位的南传的师傅，我们徒步行脚台湾一圈，沿路呢诵经祈福，佛号不断，希望台湾赶快从阴霾的时光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总共走了台湾将近1000公里，我们花了整整39天。那个时候媒体也多以很大的篇幅报道，那很幸运这些作品也在国际的美术馆也展出。岁月流逝，我们现在回到2015年了。好，这一次呢我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在看见被祝福的台湾，尤其这一次会更细节的看见那个。这次呢，有了台湾福特九合的帮忙，让我好像有了一个翅膀，可以让我很轻盈的跟一些年轻伙伴在乡间城市
在山谷，在海际快速的取景。我想我们这一次是非常有福气。我想还要再感谢银河的网路，它不但让我们有声光的一个配合，让我们的影像在最快最短的时间让大家看见台湾在地的精神。谢谢大家。下一位我要介绍台湾著名的一个音乐大师谷崎萨库拉桑。大家好，我是殷景宏二，殷景是我的姓，宏二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日语就念寇吉，所以大家叫我寇吉。是的，我是应该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唯一的外国人。不过我已经来到台湾就今年就23年。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实际检测是35块就可以做，整个新一区就没有，然后目测决议的目测线也还没有通。小叮当的名字，哆啦 A 梦的名字是以前是叫做小叮当。那这个一路23年，我也慢慢长大，慢慢变胖。不过anyway。这一次是老猫邀请参与这个活动。听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是真的要做吗？我的意思是很多问号就我的脑里面，真的有这样子做的团队就有吗？不过真的有，现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好像真的要做的。那我这里就感谢银河还有福特汽车表达感谢。那之外呢，我有这一次有很多伙伴，就年轻的音乐家。年轻的音乐家有一点怪，因为我来台湾是23年，所以按照大理来讲，我是倒数第二名年轻的音乐家。那他们的陪伴，所以呢，这个整个台湾的音乐，我们要新的idea 来呈现，给大家听。那台湾这个地方是地理位置，还有历史背景、民族组合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那我有这个案子是一边是外国人的眼镜，一般是台湾人的眼镜来表现这个台湾的美。谢谢。谢谢。刚才前面几位分享的朋友，就是从这个案子一开始陪着我们走到现在的。乐荣会负责这7天的行程当中重要的情绪的时间文字的描述。郑荣就像刚才讲的，他要继续帮摄影师擦防晒油。那蔡老师其实在失败的现场吓了我一跳，因为他坚持要站在最高的地方，因为他认为这样子你还能拍到优美的台湾风景。当然歌曲就不用说了，他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好好睡觉。我感谢这几位好友愿意跟我们一起走过来，可是更重要的是下一位压轴的好朋友。不瞒各位讲，做这样一个活动找钱最难，可是在台湾你好的行动当中找钱并没有很难，因为我们碰到了一个好友。刚开始他全力的赞助我们，对我们没有要求，他只有问我，老猫你还需要什么，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他不要 logo， 他也不要 KPI， 然后在整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到了最后从一个金主赞助者最后
变成我们团队的一份子，所以今天我也特别邀他跟我们执行团队一起上台，让我们欢迎福特六合的总裁范新，范总裁。各位朋友午安。我先证明一下，我是属于大叔级啊，我们民国51年出生，所以 qualify。同时刚好刚刚蔡老师也谈到说，讲错有一个九合，实际上九合也是我们的 partner， 所以没有讲错。完全正确，因为九合也是我们 partner， 我们 partner 很多。当然第一次听到老猫提到这个台湾你好的这个拍摄的构想的时候，实际上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因为身为一个生在台湾、成长在台湾的一个眷村子弟，其实心里面一直总是在想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为这个家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既然是大叔，我们的青年是在1970年代、1980年代度过的，当时的社会是充满了很多的不安啊，比如说全球两次的石油危机，冲击了台湾的经济非常非常严重，外交上面。退出联合国，台日断交，台美断交，让很多人非常非常惶恐。那早期的争取民主的事件，还有一些时安的事件，比如说大家可能还记得米糠油事件，其实在在都影响到台湾大大小小的所有在这边生活的人。那当然补充一下，我的背景是做工程，我之所以选上工程这条路，是因为台美断交。就像当时很多很多年轻人，我们想的是怎么去攻城救国，我要去造飞机，我要造飞弹，所以像后来就选了攻城。那到了198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了，变成是四小龙之首。接着戒严解除了，当时的社会我还记得是充满了很多正向的力量，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或做不到那种胆量和胆气。那在那个背景之下，1993年，民国82年，30出头的我，拿着学位回到台湾来，开始要做的说我以功成报国这个梦。结果很意外，很意外的，我进到福特六合。那福特六合实际上就像我小10岁的弟弟，他是1972年在风雨飘渺之中诞生。那我们一起跟他，他也跟我们一起走过很困难的艰辛的岁月，也看到台湾后来的成长和繁荣。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第一份工作在福特六合实际上是做采购。那我很荣幸地参加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非常非常特别，当时为了要辅导台湾的零件厂商能够达到国际的一个标准，特别设了一个10几个人团队，都是非常资深的工程师，我是最资浅的。做什么呢？把福特全球 Q1的品质管理系统引进到台湾的零件厂商系统，教他们怎么做事情，教他们怎么管公司。那实际上后来辅导成功有80几家的台湾零件厂，他们都上了国际的舞台，他们都变成是现在是国际的大厂。这是我第一件可以拿出来讲，是觉得说，哎，为台湾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事情。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发生。可是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就像前面几位大叔们讲的，就看到台湾这几年好像又落到一个彷徨，又好像是跟70年代一样，这几年我们的经济面临着各种不同的世界上面的冲击，食安的问题，重大公安的问题，其实都在冲击很多人对所谓工商业诚信这件事情的信心，社会体制的改变，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其实我们都常常自己在问说，哎，台湾到底是什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同时间我们也看到更多更多关心台湾的心站出来，希望找到能够突破现在这个困境的这个力量。尤其是我最近在这2-3年中，我看到很多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的行为让我感受到台湾的生命力，让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希望。比如说我一个认识一个年轻朋友的 Teach for 台湾，就为台湾而骄傲的刘安婷小姐，26岁，高中的时候毕业就拿到普林斯顿全额奖学金入学，毕业以后毅然决然放下手边在美国的工作，回到台湾做什么？推广偏向教育，
那这一次我有幸参加他们第二届老师的甄选，其中有一位年轻人，30出头，两个小孩，在外商公司已经当到经理级以上，他放下工作，要花2年的时间到山里面去抓教小孩。就是这样子看到，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曾经拿到我们这个福特的这个一个赞助金，来协助青少年表演的一个联盟，叫做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的余浩伟先生，他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把他的所有的财产大概都花光光，但是要做的事情是怎么去让失学的少年借由参与他们的行动，能够重新找回到自己。也就是看到那么多，让人家觉得是从深深感动到打动到很多人的心里面的事情。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我相信也是展现我们台湾人很可贵的智慧、自省和勇气。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那相对来说，有那么多的年轻台湾人在做事情，他们都是台湾的英雄和英雌。那我们身为这些大叔或大婶们，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那我很庆幸啊，因为福特虽然说被很多台湾人当作是一个外国品牌，但是在过去43年中，福特六合其实默默地为台湾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不只是在开发销售零件或是车产品而已。所以不管是我们前面讲说协助台湾的厂商做长做大，让它进到国际舞台，或者是之前的福特环保奖去协助一些本土的这些环保保育的团体，或者是安全驾驶节能营来不断宣传交通安全，或者是由我们现在公司的志工们组成的很有行动力的志工团，以有力出力的方式不断地在做很多事情。当然这也要感谢我们公司的董事会全力的支持，让我们员工和公司能够做其他这些协助社会进步的事。所以我们也在想还可以做什么，我们有这些资源要怎么去运用这些资源。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为台湾，这是我们一起的家，要做一些事情。那当我们和老猫讨论到台湾的目前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理念非常非常相近。因为现在是一个世代共享的时代，不光是年轻人，就像老猫讲，我们大叔也是要奋斗，也是要站出来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发挥一个跨世代的力量，为台湾的好把它呈现出来，来唤醒我们作为台湾人的一个信心。那我相信在场所有的朋友都不会否认，刚刚影片上也介绍，台湾最珍贵而且最坚强的力量就是人。那台湾你好这个纪录片，它会带着你和我看到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台湾的山川，和他们背后的很多动人的故事，以及很多重要的台湾人文的资源。所以很真诚的邀请所有的台湾关心台湾的大小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把它散播出去。我们已经率先动员了，福特六合的伙伴们，包括我们的员工，包括我们经销商，我们已经率先动员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车队走过的地方，大家一起来参与，大家一起来挥手说一声台湾你好。让我们用最最真诚的心，再一次让国际间能够看到台湾很坚毅的个性和我们正向的力量。那在这里真的也很感谢老猫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参与这项壮举，因为要完成这件事情，我们扮演的角色是很微小的。我很感谢在座的这些大师们放下手边的工作，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他们自己事情来做。像殷景先生，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台湾人，这是我们的骄傲。谢谢。谢谢阿玛斯，我们俩要哭一下是吧？好 ，Anyway， 我想今天是一个开始的日子，我们7月22号出发，然后在7月20号开始，全国的福特体系都会穿上这件 T 恤，然后还有这个台湾你好 ，OK， 那麻烦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到时候帮我们尽量的传播出去。然后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大师朋友来台上，我们要做个合影，好吗？
请上台，谢谢。来来来来来，然后我要特别邀请台北之音的台长视频啊，还有福特的副总 Anderson， 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视频叫旁边，来来来，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好，这个都是这次参与这个活动的精华的灵魂人物 ，OK， 那应该都算大叔了吧？啊，没问题了。好，我们还缺一个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台湾你好行动》里面最重要的主人翁。让我们用先来点掌声，好不好？麻烦各位，辛苦我们点掌声。那么欢迎台湾组长。我们将跟他们一起，我们这些人希望为台湾做一些美好的事情。OK， 好，准备了啊！一、二、三，台湾你好 ，How are you？ 台湾，好极了。今天有好多朋友参加我们，那么不光只有台上几位。我们先邀请其他朋友一起上来好吗？我们邀请我们的美丽随行记者到台前来好吗？谢谢谢谢。好，再一张，好，来来来。好，谢谢，来，请上台，请上来，谢谢。来来来，然后我们的音乐团队也请一起上台吧，来来来。快快快，我们动作快一点，来来来，一起上吧，福特的同学一起上。所以我们七月二十号出发的时候有15部车，总共有60个人团队一起出发，那美丽的随行记者会跟我们一起走 OK， 然后做及时的报道。好，请站在我们的后方跟两侧好吗？谢谢。来来来，这是我们总共动员了快要200人OK， 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摄影大哥请帮我们一下，我们要往那里靠，好不好？然后我们带的立牌呢，表示我们会去的每一个地方、城市的名称，每一个点我们都会到。OK， 然后让大家看看故乡。啊，往中间挤好吗？往中间挤好吗 ？OK， 大叔在中间有点寒冷，谢谢。好，我们要维持刚才的好吗？一二三，台湾你好 ，How are you, Taiwan？ 准备来啊！一二三，台湾你好 ，How are you, Taiwan？ 好，我们再一次喊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就要用力的挥手，好吗？因为要鼓励台湾的朋友在摄影车队经过的时候，努力的跟我们挥手，把影像透过网络传达给每一个人。好，准备来了，念完了以后就挥手，一二三，台湾你好 ，How are you, Taiwan？ 好，非常谢谢在台上的各位，还有现场的嘉宾。那我们这个记者会主要的活动就到这里截止。各位在旁边右边，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来自于全台湾各地方的特色的小吃跟名产，我们花了快要2个礼拜收集完成的，都是从各地调过来的，欢迎各位媒体记者尽量享用，谢谢谢谢。